完美。嗯，对了，你们什么事儿啊？报告老大，斯图勒他们已经接近目标地点了。很好，嗯，宝贝，给我们出马了。真正的表演现在开始。哇哦，好久没有见过这么多的雪了，没想到山海经世界里也有雪，我的心情真是太喜悦了。手撕巴乐乐，哈哈，小心你的攻击太弱了。喂，你能瞄准一点行不行啊？铁拳请求参战。哎，你们一个个怎么回事啊？平时教你们的战术都忘了吗？看我的。一群幼稚鬼。有趣，看我怎么吊打你们。想偷袭我。佳怡，你也来你去玩吧。我不会，这不在我的程序里。哎呀，只不过是玩而已啦。来，然后呢？来，把球扔过来，试试看能不能打中我。为什么要打你？同伴间的攻击行为不是被禁止的吗？没事啦，玩而已啦，雪球没有危险的，你就放心扔吧。那好吧。果然没有危险，平常扔中的话肯定会打穿一个洞的，真好玩，我们继续玩吧。不如我们来堆雪人吧。把第二个雪球堆在大雪球上面，当做雪人的头，然后把收集好的小石子按在雪人的头上当眼睛，再用两根树枝插在雪人的身体的两侧当做手，嘿嘿，一个雪人就大功告成了。嗯，不错，好漂亮哦，简直是栩栩如生啊，真是让人大开眼界。我还从来没有见过这么棒的雪人呢。佳怡，你可真是堆雪人的大师啊。乐乐，这是你的雪人吗？居然想到用树枝来代替双手，人类的想象力还真是丰富啊，看来这方面我还要向你多学习。别学，真的是乱搭的。喂，你们快过来，这里有一个冰壶啊。冰壶，那我岂不是可以溜冰了？佳怡，快走，我们溜冰去。哇，好漂亮啊，就像一面大镜子一样。这么说我们可以玩溜冰了。别往湖中心去就行了，这冰一看就知道刚结没多久，中心是冰最薄的地方，很容易掉下去的。没事，我可是冰上大师啊。怎么了？为什么你们突然都看着我？佳怡，你笑得也太夸张了吧。是吗？你们人类不都是这么笑的吗？像乐乐这种蠢姿势因为太常见了，所以只是一般级别的好笑，这时候只需要哈哈两声意思意思就行了。你说谁是蠢姿势？小心我饶不了你。哦，什么声音？乐乐，又是你肚子叫了吧？貌似不像是乐乐的肚子叫。夫诸，通体雪白的神鹿能招来冰雪。这是？没错，就是我，斯图勒，我天王又来了。又来？难得有溜冰的好心情，现在全没了。混蛋，佳怡，明白，
神兽孙女，机甲召唤。什么本事尽管使出来吧。别急呀、啊、该让你见识见识的，一样都不会少。什么狮王，不过如此嘛。小失误而已，我懂。不好，乐乐，孙妮被冻上了。我的夫祖可是操控冰雪的王子啊，见识到厉害了吧。冰雪的王子，那我就是火的王子。加油。明白，燃烧吧，神兽孙妮。狮子打冰鹿，怎么都是稳赢的节奏嘛。成了落汤鸡了，我看你怎么赢。可恶，我居然忘了冰层下面是湖水了。乐乐，快到上面。这样下去我们会被淹死的。这里的冰层太厚了，我们得找冰层最薄弱的地方。最薄弱的地方，对了，深蓝之前说过湖中心是最薄弱的。没错，乐乐，你居然还记得。那当然，毕竟我的脑子里可不是肥肉啊。火焰斩击，总算把怪兽解决了。
这下再也没有人打扰我们堆雪人打雪仗了。诶？看来天公不作美啊。我还没玩够呢。这怎么了？我是不是又笑错了？没有，这次笑的程度刚刚好，对吧，乐乐？对啊，刚刚好，刚刚好。来人啊！罗豆，什么事啊？冰箱怎么是空的？你们想饿死我吗？冤枉啊，老大！我们前天才把冰箱装满，是你自己吃得太快了。还敢顶嘴？我吃的又怎么样？而且我又饿了，你们还不快点去找食物回来？整天就知道使唤人。哎呀，别抱怨了，再不出门天就要黑了。老大他那么能吃，每次我们找的食物都不够他塞牙呢。要是我们多几个帮手，很方便的去找就好了。对呀，不过老大刚把它修好，不会让我们用的。嘿嘿，我们偷偷用，他怎么会知道呢？大家别动，我好像听到了可疑的声音。是乐乐肚子饿的声音啦。瞧你这出息，才几点啊就饿了。瞧你这出息，还好意思说人家。既然大家都饿了，那我们停下来吃点东西吧。可是我们储备的食物已经吃完了。怕什么，山林里野果多的是，我们到处转转，找一找不就好了。前面好像有一株树莓。哎，啊，那里。我想附近肯定还有的。这么大动静，一定是只兔子。啊，兔子！听我倒数，我们一起扑上去。三。二一，嘿！救命啊！这兔子怎么会说话？什么食物都没找到，这是什么运气啊？对啊，我们真是臭手啊！要不要我把我的食物分给你们？你怎么不早说啊？别客气，这是太阳能的，吃完就有能量了。吃完还有哦。真是奇了怪了，平时沿路都能碰到不少能吃的东西，今天怎么这么不走运，什么都没看见。蛋白质肉啊。你们不会真的要吃那个吧？大家快来，我们有线索了。一定是天网他们掠走了这附近所有能吃的东西，用车拉走了。那么说他们车上都是食物了？那还等什么？还不快去追。幸好有夫猪，他这么大的身形去找食物简直轻而易举呢。幸好他们没走远。小声点，车好像停下来了。喂，怎么去了这么久？食物呢？
报告老大，已经在回去的路上了。之前我们找到了很多食物呢，都是风、都是我们亲自去找的啦。哼，骗谁呢？我早就发现我的夫主不见了，居然偷偷的拿走他去干活。哼，回来再和你们算。哎，喂，后面！司徒乐把我们的食物偷走了！一群笨蛋！夫主，启动战斗模式。辅助力量提升，完整的犄角独具魄力，尾部带有水晶刺。老大，回头再收拾你们。现在给我去追上司徒乐。哎，老大，你走反了，司徒乐他们走的是那一边。啰嗦。洛洛，你也赶紧召唤机甲呀！哎，不行啊，我现在饿得没有力气。等我吃完这个苹果，不，等我吃完这堆苹果再说。吃完了。嘉宇，神兽融合，机甲。召唤！神兽召唤器！啊！居然敢偷吃我的食物，不可饶恕！要不我吐出来还给你啊！哎呀，气死我了！看着，岩石兽神大剑，看我的！让你瞧瞧我的十八般武器！打扮，启动程序。是。不行，数量太多了。佳怡，尖炮准备。成功了。好，是时候找他们的头头算账了。嗯，想都别想。大傻，启动护甲程序。什么？好夸张的硬度啊！哈哈，我的兵甲可不是你随随便便就能砍坏的。哼，我偏不急。没招了吧？我还有呢。怎么样，认不认输？这就是夫主的真正实力，你是赢不了的。乐乐，山崖。嗯，看来我们想到一块儿去了。还不死心？你的大剑是砍不坏我的兵甲的。谁说我们要砍你了？啊啊啊
家的学弟，看你还怎么使用招式。食物，这么多的食物，我真是太幸福了。嘿，看来未来几天我们的食物都不愁了。这回要感谢天王，看来这方面他倒是个好人呢。